我个103岁人岁老母睇完我出名完把几火话我讲漏好冷多嘢打长途电话嚟屌爆我响呢度加多得了名媛原本系坟地根据太白楼的设备而收足增加机动游戏同动物园由于电车直踩名媛响英皇道的大门相比太白楼要雇用坚如钢上游客方便得多所以一开幕就抢晒太白楼的客名媛范围响名媛西街同名媛东街之间南部止于山麓面积有成207900平方英尺响20世纪60年代初期名媛台附近仲残留一条石拱桥中华民国14年利园开幕后又被他抢晒的生意中华民国18年7月15日礼拜日关门大吉当时入场费2毫子咸笼一般打工仔人工就大约20至30咸笼中华民国17年1月13日星期五陈伦先生21500咸笼投得平均尺价5毫子一尺价到在开门做生意不过捱到6个月后在中华民国18年1928年7月15日又顶五铺又是执笠中华民国18年农历3月16日礼拜四第三摆开门营业果时有滚轴溜冰场跳舞场单车场粤剧场儿童运动场百鸟巢唱书台九曲桥千秋架木马机无线电播音台灯谜乒乓球足球排球羽毛球入场费都是咸笼2毫子中华民国18年罗明佑先生以月租250咸笼租嚟做联华港厂踩影画戏中华民国19年暑假及时公司入股加入八阵图清暑店南北幻术谈情室免收入场券。